当我们看到这粉红色的光点冉冉上升的时候，它代表着是我们屏东人的希望，台湾人的希望。屏东的第一次，也是台湾的第一次。Intel 无人机灯光展演，即将为您展现的是我们屏东人的骄傲，台湾人的骄傲。在这一段，我们用感动来一起欣赏无人机的演出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美丽的感动。
给我们的